大家好，欢迎收看芝麻开门，我是芝麻。生活中到处都是数字，你能做到心里有数吗？如果把你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又能找出多少个关于数字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仍然要跟随森林科学营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进神秘的秦岭深处，挖掘隐藏在其中的数字问题。在短短几天中，小营员们跟秦岭的一草一木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亲身探索发现了很多关于秦岭特有植物的数字问题。请做好准备，问题来了。在秦岭自然保护区里，你会被各种各样的植物所包围，道路两边隔不远就有几丛花朵，散发出特别的香味，吸引着森林科学营的营员们驻足观看。大开眼界之余，他们也积攒了一大堆想要了解的问题。待会儿拍个照片回去问一下冯老师。先把叶子掰下来吧。我来自新疆伊犁，我是哈萨克族。我们那边家乡没有这种的竹子，这个竹子的叶子是两面长的一个，中间一个长的是直的。你们见过的叶子有几种不同的排列？请问叶子有几种不同的排列方式？说到叶子，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家里有盆栽植物，外面的路边、校园里、空地上，到处都生长着各种植物。这些植物长着各种各样的叶子。秋天，树叶飘落的时候，有很多同学捡来落叶，利用这些叶子不同的形状，画画拼贴，制作出非常漂亮的叶子工艺品。但是这些叶子当初在枝条上的时候是怎么排列的，你注意过吗？刚才那位哈萨克族的同学提出了问题，叶子有几种不同的排列方式呢？在这里我们要引出一个新名词，叶序。叶序就是叶子在茎上排列的方式，植物通过一定的叶序使叶子能均匀地排开，这样就可以充分接受阳光，有利于进行光合作用。那么植物一共有几种不同的叶序排列方式呢？我们每道问题的答案是一个数字，或者是某一个范围内的数字。请大家开动脑筋，看看谁的答案最接近。我们也把问题带到了北京市西城区裕民小学以及海淀区太平路小学，同学们的回答会是什么样的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我觉得应该有五种，因为在街上看到，通常看到有三到四种。但是肯定有没有看到的，但不会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是五种。至少有十种。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有不规则的，还有对称着就是长叶子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就是插空长的，然后有的就是簇到一团，然后呢有的是向外生长的，这些就最常见的基本上就有五种了。所以说我认为还有一些没有见过的，肯定就是至少有十种。我觉得树叶应该有25种左右，因为我在路旁看到过有槐树，它的树叶是交错的，还有松树，它的树叶是一簇一簇的，还有我们很多没见过的，所以我认为有20多种。我觉得应该至少是30种，因为植物界有很多种植物，然后光是树至少就有10种，然后花也至少有10种，草也至少有10种，加起来就是至少30种。从5种到30种，你更支持哪位同学的猜测呢？其中一位同学更直接列举出了他所知道的5种叶片排列方式，你觉得他说全了吗？生存在地球上的植物大约有50万种以上，这么庞大的家族，他们的叶片排列方式到底会有多少种呢？心里有数，答案公布。刚才同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5，啊，这5种分别是：一，这个是叫做叶互生，它的特点是每一个节上面有一片叶子；第二种是叫做这个叶对生，那么每一个节上面有2片叶子；第三种这个叫做叶笼生，每一个节上面有3、4、5、6片以上的叶子，那么这个植物它是有4片叶子。
第四种植物叫叶基生，这种植物茎干是短缩在地表，那么有多片叶子长在植物的基部靠近根的部分，这是叶基生。第五种这个叫叶簇生，那么植物多片叶子长在了短缩的这个节上面，形成这个簇生的这种形态。植物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叶序排列方式，你猜对了吗？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对冷空气有明显的阻挡作用，所以融合南北的秦岭地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植物宝库。同学们，现在我在秦岭长青保护区，这里有很多的植物，我们随便找两种叶子，请看，这是一大叶子，我们把它摘下来。这个呢，又是这个上面又有很多的小叶子，请估算一下我手里一共有多少片叶子呢？请问这位同学手里有多少片叶子？他手里一共有几片叶子？先摘的一片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关键就是后面摘的那一只，到底上面有几片叶子呢？没留意的就只能靠估算。一二三，九片。同学们，咱们数一下这个叶片，那么我右手拿的这个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叶片，左手这个植物上面有一个叶片，这是一片复叶，那么它上面的九片是属于它的九个小叶，那么小叶小叶柄再加上总叶柄总体合起来，这是一片复叶的叶子，这是一片复叶。那么这个是一片单叶，这个单叶的话一个叶柄上面一个叶片，最终的答案就是两片叶子。一片单叶一片复叶，这位同学手里只有两片叶子，所有同学都猜错了。这就是月见草，在秦岭地区俗称夜来香。它在正午的时候花瓣会合拢，只有在夜晚的时候花瓣才会完全的盛开，散发出非常浓烈的香味。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里有一朵夜来香的花。你们知道这朵花有多少根雄蕊吗？请问这朵花有多少根雄蕊？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雄蕊。雄蕊是种子植物产生花粉的器官，位于花瓣内部或者上方，通常会在花托上排成一个圆或者螺旋状。不同的植物雄蕊数目也不相同。咱们随便拿一朵花，比如就是我拿的这株百合，找找看它的雄蕊在什么位置。你看，在这儿，细细的，顶端有很多花粉。我们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根雄蕊。中间这根又高又粗，顶端没有花粉的，就是雌蕊。植物学家研究发现，越原始的植物花朵，雄蕊数目越多，而且数量不固定。比较高等的植物种类，雄蕊数目比较少，而且相对固定。那么刚才这位同学手里拿的月见草花，里面到底有多少根雄蕊呢？会比百合多还是比百合少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有四五根，因为这种花非常像郁金香，郁金香的花雄蕊就比较少，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这个花也比较少。我们家种过南瓜，上面的那个花上就有五六根，所以我也认为是五六根。因为我家种过一个花，那个花有七个雄蕊，然后我看这个花跟那个我家那花长得差不多大，然后我也估计就有五到九根。把它抛开来看它的内部的详细结构，看看它的内部结构，
那么一朵被子植物的花，它可以包括这么六个大的部分。下面这一段就叫花柄，花柄连接膨大的部分叫花托，外部绿色的这个部分叫做花萼，然后这个黄色的花瓣，其次是雄蕊和雌蕊，六个部分构成。先把这个雌蕊放到一边，数雄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同学们，你们猜对了吗？这朵花里头有八枚雄蕊。这朵月见草花有八根雄蕊，你猜对了吗？老师，老师，过来一下。怎么了？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咦？哎呀，你在哪儿找到的？在那地上。这个叫牛蒡，它是一个菊科植物。为什么会粘衣服？就是你看它这个花絮，这个花絮外边这个叫它的总包，它的总包片顶部，你看仔细看，看到没有？是不是全是小钩？所以说它才会勾到你的衣服上面。然后这个头状花絮的话，它是伸出来的白色的，它是柱头，每一个柱头对应的就是一朵管状花。嗯，你看看。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头状花絮上有多少朵小花吗？请问这朵牛蒡头状花絮上有多少朵小花？菊科植物有最典型的头状花絮，看上去啊，就是一朵大花，实际上是由很多朵小花组成的。这些小花密集生长在整个花絮中轴的顶部，聚集成一个头的形状，方便招引更多的昆虫来传粉。那么什么是管状花呢？大家看这朵向日葵，因为季节的关系，我拿的是一朵仿真花，边缘这些黄色花瓣叫做蛇状花，顾名思义啊，就是像舌头一样伸出去的花瓣，中间这圈密密麻麻的就是管状花，直接集中在花托上，这两种花共同构成头状花絮。怎么样，这样一解释就清楚多了吧？回想一下刚才同学们找到的那朵牛蒡头状花絮上究竟有多少朵微小的管状花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我觉得应该是那个20到40左右。30多朵左右，因为那个花占的面积小，而且那个一朵花也那个也没多大吧。大概有100多颗，因为它扎到你身上呢，它就是需要一定的粘性才能粘到你身上，然后它每朵花只有那么一点点花蜜，而且那个粘性也很少，它粘上的话至少需要100多颗才能粘上。因为那个里边的那个太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100多以上，所以就200多。刚才有位同学说牛蒡是靠花朵上的蜜来粘在衣服上的，这一点需要纠正一下。大家看这里，这朵菊花头状花絮的最外面有一层绿色的总包，就是这里，它的功能就是在头状花絮开放之前包在外面起保护作用。牛蒡花朵外层的总包上长了很多细小的钩刺，所以能够轻易地粘在衣服上，这种粘性跟花蜜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到底哪位同学的猜测最接近正确答案呢？心里有数，答案公布。那么我们来解剖一下这朵头状花絮，我们先把它掰成两半，然后一半一半搞定。这个牛蒡也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它的根肥大，可以当蔬菜食用，在浙江、广东、云南等地都是常见的食用蔬菜。每一朵花下面有一个子房，那个将来就会形成一个瘦果，咱们数一半，到时候乘以2吧，不然时间太长了。好，咱们再一半，然后这一半的话再乘一个2。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一共是19对，是38个。对，所以整个头状花絮的话就是76朵管状花。同学，你们猜对了吗？
这朵牛蒡头状花絮上有76朵管状小花，你猜对了吗？老师，你来看一下这朵花，那它长得它这么漂亮，为什么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呢？你闻到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一股鱼腥味啊！啊，这就对了，这个植物就叫鱼腥草，在中国植物志上它叫荠菜。哦，那同学们现在看这束花，那你们知道它有多少个花瓣吗？看一下。请问这束鱼腥草有多少个花瓣？哦，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差不多大约有15上左右。我觉得应该有16个花瓣，因为差不多每一小朵花都有4个花瓣，大概有4朵，所以4×4=16，就16个。我吃过鱼腥草，那个鱼腥草好像有5个分叉，然后每个鱼腥草的花都有4片花瓣。我觉得大约有20片，数了一共有7个花蕊，我观察到鱼腥草也一个花蕊上有4片花瓣，所以就是28片花瓣。鱼腥草花它是很特别的，你看到的这个4个这个白色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它的苞片，并不是花瓣，这是一个穗状的花絮，里边每一个3个柱头就相当于是一朵花，其实这里边是有很多朵小花组成的。它这个小花的话是并没有花瓣的，是吧？很神奇的一种植物。鱼腥草的花朵根本就没有花瓣，没想到吧？这正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这是秦岭特有的秦岭野生猕猴桃树，现在我手上有一个从上面截下来的枝，这就是秦岭野生猕猴桃，它上面有很多毛，果实成熟以后味道酸酸甜甜，很好吃。它和西红柿、茄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果实成熟以后上面会有残余的花萼。现在同学们请猜一下，每个果实成熟后，像这种野生猕猴桃上会有几个花萼？请问野生猕猴桃成熟的果实上有几个残余的萼片？萼片是花朵的最外一环，可以说是一种变形的叶子，能保护花蕾内部。一圈完整的萼片组成花萼，有些花朵的萼片在开花之前就脱落了，比如虞美人；有些花朵是在开放之后连同萼片一起脱落的，比如桃花；还有一些花朵开败之后萼片并不脱落，而是一直存留到果实成熟，叫做宿存萼，也就是这位同学所说的残余萼片，它能对幼小的果实起到保护作用。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大茄子，顶端这里可以看到残余的萼片。我们来数数有几个：1、2、3、4、5、6、7。这个茄子上有7个萼片，同学们可以回家到厨房里找一找，辣椒、西红柿、茄子、猕猴桃，它们都是有宿存萼的果实。你们可以数一数，这些果实上面残存的萼片数目是不是一样多？现在回到开始的问题，秦岭野生猕猴桃成熟的果实上有几个残余萼片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在野外空气应该比较清新，所以它的那个应该是不是特别少的，我觉得应该是5片左右。6片左右，因为我见过猕猴桃开的那朵花大概就有6片花瓣，所以应该有6片萼片。刚才有个同学说他成熟的花是6片，但是我认为由于一些比如说风的原因和一些自然因素，应该稍微少，比6片稍微少点，所以应该是4至5片。上次我吃过猕猴桃，但我看脸它的残片分布的就是大小它不是很均匀，然后我好像大概数了一眼，是5至5、6片，也是5、6片左右。那个猕猴桃的萼片差不多是6、7片吧，因为它刚才他说是野生的，野生的一般就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6、7片差不多。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秦岭山区所独有的野生的这个叫中华猕猴桃。那么现在市场上所销售的大部分的猕猴桃的栽培品种都是由它一步步培育而成的。那么到底有几片呢？咱们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六片。秦岭野生猕猴桃成熟的果实上有六个残余萼片，你猜对了吗？周正是羚牛队的队长，来自于北京101中学，喜欢观察植物细节，会见到的每一种植物拍照留念。周正的数学成绩非常好，在他眼里，植物和数字还真是有着不解之缘。大家看我后头这棵树，这棵树的学名呢叫做枫杨，而且大家能够看到枫杨的树枝上呢有很多下垂的物体，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会认为这个是枫杨的花，但其实这恰恰相反，是枫杨的果实。枫杨的果实呢如同我手中举的这个的形状，这个果实的呢样子呢非常的奇特，果实如同两片翅膀一样，有助于枫杨这种果实的传播。好了，现在大家来听一下我的问题，猜一下我这串枫杨果实上大概有多少颗枫杨的果实？请问这串枫杨果实一共有多少颗？我感觉这应该是100以上，我觉得应该是100或者50，我觉得大概有70多颗，我大约是120，我大约是100左右，我觉得应该是50颗，因为虽说它那个很密，但是它那个长度不算太长，所以就50多颗。应该是50和60之间，它们两个中间数就是55。这一串枫杨的果实到底有几个呢？咱们现在数一下，3、4。1、2、3、4、5、6、7、8、9、10。50、51、52、53、54，总共是54个。枫杨是果实属于翅果，同等类型的这个植物还有这个臭葱、三角枫、五角枫和白蜡树等。这串枫杨果实有54颗，你猜对了吗？俗话说太白无闲草，走一遍太白山就如同读了半部本草纲目。秦岭的植物品种丰富，自古就受到采药人的关注，相传药王孙思邈就曾经隐居在这里遍采草药，潜心研究。在秦岭800多种中药资源里，既有太白乌头、秦岭龙胆等名贵药材，也有很多平凡的草药。其中一种可以活血消肿、收敛杀虫的药材，名字非常特别。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棵植物，它的名字叫做切衣，它可以粘在别人的衣服上，但在自然界中大多数是粘在动物的皮毛上来传播它的果实和种子。它是伞形花科植物，我现在手里的这株每一个伞骨末端聚集着不同数量的果实，有2个的、3个的、4个的，大家猜一下最多可以聚集多少颗果实呢？请问这株切衣的单根伞骨末端最多可以聚集多少个果实？的确是像一把伞的造型。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了伞形科植物，说到这个名词你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听听下面这几样啊，注意：孜然、香芹、香菜、胡萝卜、小茴香。没错，它们都是伞形科的成员，通常是茎部中空的芳香植物，包括很多日常食用的蔬菜和调料。之所以得名伞形科，是因为它们的花序都是伞形的缘故。比如这位同学手里拿的切衣，围绕中轴发散出8根伞骨，每根伞骨的末端生长着数量不一样的果实。那么这株切衣的单根伞骨末端最多能聚集多少个果实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
得是五根吧，因为我的那个枝叶是很细，不可能承载太多，承载太少，它的繁殖也会很慢。我觉得是八个，因为我以前好像我以前在楼下见过那株草，然后看见了，当时呢我看见一株草，当时上面挂了满满的，我觉得应该是十个，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它会把它压断，因为如果太少的话那也不行，所以我推断是十个。我觉得那个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所以应该就是十个。这个植物是伞形花科，叫切衣，之所以叫切衣，是因为它这个切是偷窃的窃，衣是衣服的衣，当动物和人走过的时候，它成熟的果实可以粘到动物的皮毛和人的衣服上面，然后可以使它的种子传播得更远。类似的植物除了这个伞形花科的切衣以外，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些菊科的苍耳，另外菊科的有一种鬼针草也可以粘附到衣服上面，把它的种子传播得很远。这个果序上面的话可以看到，最多的一个上面它还有八个种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株切衣的单根伞骨末端最多能聚集八个果实，你猜对了吗？老师，我刚才摘了一个植物，请问它是什么？能吃吗？果实？啊，这可是一个非常美味的野果。这个植物它是悬钩子属的。为什么叫悬钩子？来，你来看一下这个，它这个上面是不是有刺？倒钩。这个刺是怎么长的？往下。是不是弯的？像一个鱼钩。所以说这一类的植物它都叫悬钩子。这是悬钩子属里边的一个种，这个插秧的时候它果实才成熟，所以叫它插田炮。这个果实非常特别，叫聚合果。聚合果的意思就是它开花的时候这是一朵花，储藏种子的东西就叫新皮，它那个新皮是分离的，所以说它形成果实之后，其实它是由非常多个小果实组成的，对不对？好，你可以尝一下，非常美味的。那同学们，老师刚才介绍了这叫聚合果，那能猜一下这个聚合果中有多少个小果实吗？请问这个聚合果中有多少个小果实？很多同学都爱吃草莓，草莓就是典型的聚合果。一颗草莓是由一朵花变来的，像这样的果子你还见过哪些呢？我见过桑葚，应该也是这种果实。我还见过树莓，我觉得它是大约是30多。我记得我还见过平常县吃，还吃过杨梅，杨梅大约在50颗粒左右吧。菠萝大约也是这样的果实。我还见过榴莲和蛇果，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大果实，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小果实。我觉得聚合果就是由好多小颗粒组成的果实，桑葚就是这样的。我还觉得有16，就是外表一个大壳，里面有很多小的颗粒来组成的。我还见过松果，外面看上去是一个大的果实，里面有许多小片儿，小片儿里面有些里面还装了小松子儿。刚才同学们提到了很多果子，其中的桑葚并不属于聚合果。同样是很多小果子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大果实，但是桑葚的果实是由很多朵花分别结果以后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叫做聚花果。酸酸甜甜的菠萝就是聚花果的代表，一朵花结出很多果叫聚合果，很多花结出很多果那叫聚花果，大家别弄混了。那么同学手里拿的这个聚合果里有多少个小果实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我觉得应该是50粒左右。我也觉得应该是50粒左右。我觉得是30个左右。我觉得是40粒左右。我觉得是大约50粒左右吧。我也觉得是大约30粒左右。我觉得大约是30粒左右。我觉得大约是20到30粒左右。那我们现在就来解剖一下这个聚合果。咱们两个两个的放，这样比较好看，是不是？是第二个两个。
这个小的树果确实比较多，咱们就分成两个一组，两个一组，数起来也方便一些。最后一个是单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十四十斤，总共有41个小果实。同学们，你们猜对了吗？41个。这个聚合果里有41个小果实，你猜对了吗？哎，我们新疆我没听过这样的意思，老师，这个意思好奇怪呀，这是什么意思呀？这种叶片叫做针形叶，你看它像那种一根针一根针的。这个树叫华山松。那这个一个针是一片叶子是吧？是的，这个一根针就是它的一片叶子，好几片针形叶长在一块形成一束。咱们可以把这一束摘下来看一下。同学们，你们猜一下，这一束到底有几片针叶呢？请问一束华山松上有几片针叶？叶子像针一样又细又尖，这就是针叶植物，一种至今仍然存活在地球上的史前植物。针叶能和其他阔叶的植物叶子一样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同时它的角质层特别厚，可以有效减少因为蒸腾作用而流失的水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更强。我们来看这束松针，是北京最常见的。我们摘下来一束，嘿，可以看到上面有两片针叶。那么一束华山松上有几片针叶呢？心里有数，请你报数。我觉得有5只针叶，因为我们家门口平时每天都能看到松树，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了解。我觉得应该有6片松树，也因为觉得那个松树叶的根差不多有5-6根，所以就觉得像6根。我觉得应该是有8颗针叶，因为呢我觉得我家的门前有一个小公园，那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松树，我觉得这棵树应该跟松树的大体结构差不多，而松树上面基本有8至9颗松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8只。我家门口有几棵松树，所以我经常观察，我觉得应该是8片。我们学校就有一棵松树，我那个就是有时候会观察一下，应该差不多是9片。我觉得枝上一共有9颗针叶，因为我们学校就有1-2棵那种的树，然后我们去摄影班摄影的时候我观察过。5、6、8、9，同学们都说观察过，但是又都不能确定，所以答案里总是出现差不多这个词儿。其实观察并不仅仅是用眼睛到处看，还要用手去触摸，用鼻子去闻，用耳朵去听，用大脑去记忆、比较和分析，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差不多的结论了。到底一束华山松上长了几片针叶呢？心里有数，答案公布。咱们看一下这一束到底有几片针叶。1、2、3、4、5，总共有5片针叶。秦岭地区野生的松属的植物有4种，一种是华山松，另外还有一种油松，还有一种白皮松，还有一种马尾松。马尾松和油松都是2针一束的，白皮松是3针一束，这个华山松是5针一束。一束华山松上有5片针叶，你猜对了吗？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对秦岭这个天然植物保护的认识又加深了很多。别忘了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长，还有认识这个神奇的世界并不一定需要我们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街心花园，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就能从中找到很多有趣的发现。也希望大家行动起来，寻找你身边的数字问题，并把它告诉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芝麻开门再见。